妈妈长太随便，而且像扁扁嘞。这有像扁扁吗？各位观众。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弄我们的猫咪的图案。猫咪图案。这张是姐姐画的。好，今天的蛋糕是姐姐来画。需要画外框吗？不要画外框。这样子。手会抖。这样你负责了，来。这样不是变很小一只吗？有那么大的位置给你画。为什么是一个耳朵在接另外一个耳朵啊？一个虫虫。你确定你是怕角落生物吗？对不对？对不对？谁叫妈妈之前那接不行？谁叫妈妈之前弄巧虎，把它弄得像巧虎爸爸，我才被遗传的。可是，刚才是谁说会画的比我好的？我是说我画图会画的比你好。我不是在说点蛋糕会点的比你好。我想吃奶油，我觉得用后面处理。对，用后面处理会比较漂亮。你这应该不是角落生物的猫了，是龙猫了吧？突然自己爆出来。OK。等一下你下来椅子拿走，椅子拿走了，椅子太高了。为什么突然一瞬间出现耳朵？应该是脚，应该有尾巴。猫咪有尾巴。好，那我等下再补这个。可是尾巴，我要给你看一下尾巴的证据。这个猫咪呢变瘦了。再见。这个。你看尾巴的证据，没关系。它连在一起。
整齐一点。五官至少要整齐一点。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六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目前为止只有五官画的字。接下来他的我就有没有要点的？你点吧，点点，里面把它点满。100，把它点满，好，另外一边。好快就数到100了，还不到一个小时耶。它的尾巴是什么颜色？白的吗？谢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的尾巴有一点是那个，是有纹路的，是有咖啡色点点的。一二，然后其他部分都黄的。嗯，那你因为通常猫咪它一样用点的把那个点出来哈。嗯，点，点。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九六十，那一般是什么颜色？黄色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咖啡色的。那你先点咖啡色的，再点二十六点八九。七，那一般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九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你们一分钟过了没？把它粘好，那个。这边要再给你下证据。把它点点大一点，不要一直大一直小。你先看，这是证据。能弄大一点吗？还是专家的？啊，这边的。看一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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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看哪一边？顺手，我想要先把这眼睛加长一点。对，眼睛加长一点，弄大一点。因为这眼睛太多了。这一只，这只眼睛。你那太大点了，又拉太长，拉太长都把它盖到。那你的口如果沾到巧克力，要把它擦一下，不然会长。你用袋子的口如果沾到巧克力，擦。那脸肿包包。修这个张眼睛。不用了，姐姐是画那个一横的。嘿，越怎么越来越大点。你还不是要很大点？怎么越来越大点？大点把这个袋子好像裂开了。啊，所以不是我的问题了。哇，那个盒子。
对狗狗爸很不熟。先换个被子看看啊。深一点点。OK。妈妈，好了。总算完成了。是刚才没电了啦。这那口那口，我先写口号的口就知道。史密口鲁雷口，角落生物猫咪。啊，这个怎么写？这只是，那好难哦。它那个有交叉哎。它出现一个像梨一样梨。大便，头秃头大便。是这只那口，这只猫咪。OK， 这只猫咪。在里面怎么装饰？妈妈，我说话。这只猫咪是史密口鲁雷口。雷口，阿莲，雷口要怎么装饰？小猫咪。雷口。剩下这些巧克力要怎么办？要怎么装饰呢？画不灵不灵的啦。那个，来来来，好，给你画。嗯。还可以画一个猫爪，猫爪。猫爪。猫爪啊。你看。你说它会在一起的。没关系，没关系。画猫咪刮墙壁的。猫爪呢？猫爪。全部都猫爪。就不用用那个，你的猫长太随便，而且像便便嘞。这有像便便吗？各位观众。你看这个是猫长吗？没关系吧，便便没关系。妈妈画了他的朋友小草，好不好？可以。好，等一下画。那就在这里好了。没有，小草在这边，在这边，在下面这里，不要抢了它的风头。它主角是那只猫，不是小草。这些白色的把它点点一点好了，好吧？我在旁边把它点一点好了，我来点点那个。说它扁扁，它会哭哦。可是不知道我这是扁扁还是猫爪的。好，扁扁完成。人又来了。先你有多么爱画扁扁啊。大猫爪，你的手不要弄到蛋糕，尽量。OK OK， 终于，他就这次的最用心的。来来，交给我，我接手，我接手。拜托，我已经弄完了，我不知道有什么还可以弄。那边这样子呀？嗯，对对对，维持这速度。